熟练的手法将内馅包裹进薄薄的饼皮，再捏出皱褶，放入锅内高温水煮，一大盘香喷喷的水饺上菜。但您能相信吗？这一盘现包现煮的水饺，一颗却只要4块钱，超佛心的价位，成为附近上班族的首选美食。便宜啊，蛮好吃的。这点个20个一碗汤，这样加起来才110而已，外面没有这种价格。位于高雄盐城区的水饺专卖店，除了提供新鲜水饺之外，还有一碗只要20元就能享有配料丰富的酸辣汤，不禁让民众疑惑，老板怎么能卖这么便宜？我已经老了，所以我真吼会当做的，我其实嘛赚到啊，赚这个了钱吧，啊对不对？那还是能赚2块，能赚1块就好啊。同样价格实惠的还有这间面店，每逢中午用餐时间，店门口就大排长龙。老板娘用料实在，分量十足，一碗麻酱面只要25元，另外还有馄饨汤，只要20元就能吃到满满5颗馄饨。我看这有没有吃过，这小味啊，啊，这好吃。价位跟分量，我觉得现在在高雄是应该很难找得到。钱嘛，要去找遐小味，无路啦。大家拢就我上少也40。现在万物皆涨，随便一个便当都破百。高雄竟然还有50元有找的铜板美食，真的是弥足珍贵。欢迎新闻林维凯、宋君宇、于子婷高雄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